2月20日晚，有网友在微博上曝光一组李晨录制《奔跑吧》的照片，并称：“今天《奔跑吧》里的李晨，哈哈。”照片中，李晨身穿白色外套，半蹲在地上，一群长尾巴猴将他团团围住，手臂上甚至头上都是猴子。李晨似乎一副无奈的表情，画面十分的逗趣。而林俊杰也被目击现身杭州某大型商场参加《奔跑吧》第五季首集录制，高人气的他大玩闯关，一路上都被路人围观，全程挂满笑容。和李晨逗趣画风不同的林俊杰换上工作制服，站在收银机前戴眼镜，拿起扫码机当麦克风清唱《小酒窝》时，现场瞬间变成演唱会。令现场民众直呼陶醉，我真是行走的 CD。